好，我是冰棒。首先呢，我非常感谢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的馆长为我们首次直播，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在海外演出，馆长大力的帮助以及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真的很谢谢他。我们也谢谢胖哥从中引线。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会带来三首曲目。这三首曲目呢，是我们在3月18号还有4月15号我们逗留台湾公演会表演的曲目。只有在今天的直播，各位非常有福气哈，才可以抢先先知道一点点。抢先哦！好，那麻烦领主帮我们上一下那个我们的海报。噔！哎，来了。噔！好，来那个帮我举一下哦。海报，海报。好，大家可以看到哈，3月18号在新北市劳工活动中心演艺厅，有看到吗？下午3点，这是我们台北时间。那如果是南部的朋友呢，4月15号在高雄市图书馆总馆的小剧场，一样是下午3点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票都还有剩，所以希望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也可以到现场来做支持。然后现场的表现一定是更震撼。更振奋人心。对，那接着下来，我们第一首曲目，那就邀请我们团员来带来第一首曲目《志气》。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的团长来为我们介绍他自己，也介绍我们团是怎么成立的。来，欢迎赵明。嗨，大家好，我是咒流台湾的团长，我叫张宇。那我们咒流台湾的成立其实还蛮奇妙的。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日本人，他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和太鼓表演者，他的名字叫古力 Kenji 神社。那他有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时候，他就觉得台湾这个土地有很多人在打太鼓，可是他觉得台湾少了一支很厉害的太鼓团体，于是呢，他就来台湾，招募团员。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去年十月啊，不好意思，应该是前年十月的时候成立。那成立之后，老师给我个目标，就是说一年后我们要到日本表演。那其实对我们刚加入的大家来说，其实蛮抓的啦，就是很恐怖，因为一年而已。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了。那其实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得到非常多人的帮忙。那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团长，他非常热情的，很阿萨里的答应说，来，我帮你们宣传。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很多人的帮忙之后，我们顺利的去年10月28日，我们在日本浅草，我们做了我们第一次的算公演。那回来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要把这一份感激的心带给这些支持我们的台湾观众，以及还不认识我们的台湾朋友们，所以我们决定在3月18日还有4月15日办了我们台湾的第一场公演。那公演的名字叫志气。为什么要叫志气？其实刚刚打的这一首，没有鼓了，刚刚打的这一首就叫志气。志气是我们咒流台湾所学的第一首曲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决定用这首曲子当我们这次表演的主题。希望我们带着我们的志气，我们坚持的志气，我们有一股很傻的志气，所以要带给台湾所有的观众，让更多人认识和太鼓，认识我们咒流台湾。那讲到和太鼓，我们要，其实我本身是在教太鼓，那很多的人都会问我说，老师，你们什么叫和太鼓？那你们跟九天有什么不一样？你们跟石鼓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我们跟这些台湾知名的打鼓团体相较起来，我们和太鼓，和太鼓的和就是和平的和，它的日文的意思其实它是调和、协和的意思，它就是用很多不同类型的鼓组成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鼓有高、有低、有中、有大、有小，不同的鼓、不同的声音组合出来的节奏，让这个节奏不是只是一个节奏，而是一个曲子的呈现。你会在这个曲子当中会发现作曲者他想要呈现的意境，借由我们表演者传递给各位。那所以和太鼓其实跟台湾传统大家看到的不管是战鼓啊、阵头、塞钩这种其实是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多元化，它不会只会有单一的节奏、固定的动作，其实它的变化性是非常多。所以因为我们喜欢和太鼓，所以我们选择用和太鼓作为我们的主轴。那咒流台湾这个团名其实也是我们 Kenji 老师他帮我们取的，咒是节奏的奏，不好意思，这个是奏，有些人会说禽流啊、太流，因为这个那个毛笔字是一位日本很知名的书法家帮我们写的，其实这是奏流，奏就是节奏的奏，节奏就是我们打鼓的声音、打鼓的节奏，流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用我们太鼓的节奏跟所有的朋友做一个交流，我们跟来看我们表演的人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是可以互动的。那接下来
英文啊，不好意思，这边没有写哦。我们的英文是 Seoul， 英文的 Seoul， 台湾。Seoul， 台湾。这个 Seoul， 欸，日文的发音奏流叫 Seoul， Seoul。对，后面有，我们看一下。Seoul， 台湾。Seoul 的日文跟用日文念 Seoul， 他们也是念 Seoul， 所以英文用 Seoul， 台湾。跟受辱这个是一样的发音，一样的意思。所以在我们打的太鼓节奏里面，我们融入我们的灵魂，放我们的感情，我们所有的精力，我们想要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太鼓表演给所有来看我们表演的人做一个观赏。 OK， 那所以以上的介绍其实没有讲得很详细啦，更多关于我们奏流台湾，那其实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脸书其实打奏流台湾就看得到了。我们会不定时的放一些表演资讯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团员的心路历程啊，练习的这些，我希望拉近跟所有来看我们表演、喜欢我们的表演的距离。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下一首曲子。比较特别，我们会用到悲鼓，这首叫 Rise， 那请大家拭目以待，谢谢。
刚刚我们的表演 Rise 一定很精彩吧？接下来我们的环节是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那我应该已经看过了吧？还有这位露露，嗨。那接下来那邀请我们第一个啊，团长。团长。耶、yeah。最重要的人就是谁？团长。陈俊杰，我是张宇，是张宇，不是唱歌张宇。好，下一位呢？我们的小鲜肉，小鲜肉马鲁。嗨，大家好，我是丸子，今年21岁，单身。单身。Okay。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日本团员。他是日本人哦，真的日本人。欢迎九谷。こんにち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熊谷慎之介です。我是熊谷慎之介，跟蜡笔小新一样，慎之介。叫我小新。小新，谢谢。好，下一位呢？我们欢迎我们的杨美丽。大家好，我是杨千莹，谢谢。好，你以为就只有这些人吗？错了。我们今天呢，是因为场地受限的关系，太小了，所以只能让几个人上场表演给各位观众们看，观粉们看。所以呢，现在我们邀请我们奏流所有的团员出来。来。应急大家，想要看到我们大家的话，想要看到我们完整的奏流的话，请一定要来3月18、4月15，知道吗？来吧！好，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曲子是一首非常有震撼力非常 powerful 的曲子。那它的名称也非常有力量，叫做《响天动地》。响天动地。OK， 那这首是由我们四位男生来给大家做一个表演，那请大家拭目以待。掌声鼓励两位。
抖抖抖抖抖的感觉，超级精彩。我们男生要有这样的 power， 女生也要有这样的 power。 我们呢除了打鼓之外也要好好的练身体，因为打出这样的感觉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我们现在呢有请我们的杨美丽来跟大家说打鼓跟健身的关联，我欢迎她。紧张怎么办？高紧张。行，哎，志气志气。神官，神官，我马上看看。神官，救我，救我！神官，神官。啊，以上歌曲，相信各位欣赏完之后，可以发现打鼓并非只使用手臂的肌群，打鼓需要很多很多的爆发力、协调性跟很多很多核心来支撑我们的身体，把力气转移到肩膀跟手臂到手腕。那在以前打鼓的时候，没有开始想再健身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男生的力气一定会比女生大，男生有很多很多比女生强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不相信，所以我就加入了健身房，然后才有这次的机会。那我接触健身之后，我本来把它当成就是打鼓的辅助项目，那现在呢它是辅助项目，但是我觉得打鼓让我的人生变得比较精彩，但是健身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精彩，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健身，谢谢。我们谢谢杨美丽为我们介绍她健身的一路的路程，精辟的心路历程。对，谢谢大家认真的观赏我们以上的表演。我们是肿瘤台湾。如果你喜欢我们，喜欢我们的表演，请再看一次海报。林董，林主，林总，哦，他睡着了。哎，海报这边，海报来了。好，我们的海报，我们在下礼拜天，3月18号，下礼拜天哦，3月18号的下午3点钟，2点半进场。两点半进场，在年代售票哦，对，还有年代售票。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在年代售票系统音乐类型里面搜寻“志气咒流台湾”。没错，在各大超商都可以按 iPhone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表演资讯。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话，那也请麻烦你们到脸书搜寻我们粉丝团。那不管是你想要看到我们的T 恤。然后还有我们表演资讯，还有更多你想要认识我们想要知道的资讯，都在我们的粉丝团《走台湾》。希望你们上去帮我们按赞加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走流台湾》。为了梦想，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我们在为了这件事情努力着。那我们现在来请我们的 Tommy 先生。再讲一次地点，哪两个地方？哦，好，地点，好，海报。地点呢是下礼拜天的3月18号，新北市劳工活动中心演艺厅，3点开始，2点半入场哦。然后呢，高雄南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还有南部场。4月15号，一样下午3点钟，在高雄市图书馆总馆小剧场里面也有哦，赶快去四大超商购票，票卖完是不等人的哟。好，我们来请 Tommy 先生，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我跟你讲。我那个听完之后，你看衣服直接穿上了，鼓那个团长就直接给我一个鼓了，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表演了，真的很棒。那个现场，因为我刚说的那个收音哦，我们要做调整，因为我们那个收音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要把它用的比较声音用的比较清楚。相对的，因为变得比较清楚，所以现场听的那种鼓的震撼力跟穿透力，你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我在现场听到鸡皮疙瘩，那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好听，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真的对这个觉得听完不错的话，好不好？到现场去
自己去听一下，去享受一下这鼓。你们要 uncle 吗？有 uncle 曲吗？有啊，跟我啊，跟我呀。没有 uncle 曲了，班长。班长，有吗？要 uncle 曲吗？有 uncle 曲吗？你们要 uncle 吗？没有 uncle 吗？没有 uncle 我们就卡掉了，我们要走了，我们要 uncle 吗？要 uncle 吗？要，我要回屏东。有，要赶快回苗栗。对，他们很多人，很多人都是从中南部都住完中南部，然后上来这边练。屏东的苗栗的、桃园的，我们是集结全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有我们的团员。所以每一次的练习都非常的辛苦，要聚在一起，真的花费很多很多的心血，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他们。要 uncle 的打加一，好不好？ uncle 打加一，不没有加一的话，我们就直接卡掉，我们就要回馆内上班了。不然我今天觉得我是薪水小偷，出来这边听听鼓啊、演奏啊什么的。良心有点过意不去，要打鼓上班。我热爱我的工作，师傅热爱我的工作。不好意思，我今天出来听打鼓，好多加一哦。有没有？还有安口曲吗？安口曲一首就好了，一首了啊。因为我要回屏东啊，我家住比较远。不是不是，更好听的会放在现场演奏，来现场看。三月十八、四月十五哦。好，那等我们一分钟，我们班鼓阵为大家带来。这一分钟我来撑场，谢谢谢谢。大大就只会这首而已，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所以真的很可惜，我们那个收音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把它用的比较干净。如果没有把它修那么干净的话，那个回音会太大，你们反而会听不清楚那个演奏，好吧？这是因为我们硬体设备的限制啊。OK， 然后我看一堆人在问阿管，那阿管，我们师傅今天没有在这边 ，OK？ 要看师傅的话，就晚一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直播，我只是说晚一点，也许我回去再帮你们问问看 ，OK？ 我没有打包票哦，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来道歉的哦。我没有打包票，他会开直播，我只是说也许晚上我会回去的时候问一下，然后看他今天心情如何，好不好？有没有太累 ？OK， 好，他们都准备好了，大演奏了那么多，真的好好听哦，我听得好感动。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鼓上面都会铺一层，就是厚厚的布，因为台北的邻居都非常的好相处，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打鼓练习的时候，大概经过了十分钟之后，左右邻居都会来我们这边关心我们。为了保持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把它铺起来，以免大家都来关心我们。所以演奏的时候不会有鼓吗？演奏的时候不会，演奏就是鼓真正的声音又出来，所以我现在还听到还不是真正的鼓的声音。然后外加因为空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拆掉布的话，那个回音大概我们自己都受不了，所以我们每次练习的时候都会加一个隔音垫。谢谢。擂鼓震天哦。OK， 这是刚刚在他们粉丝团，就这个。OK， 奏流台湾，演奏的奏，水字旁流台湾。OK。好，喜欢的朋友就按个赞吧。好，那安口曲。这一首叫《山岚》，听听看，很好听哦，很好听哦。
我没力了。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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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大家。耶！团员们，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希望三月十八跟四月十五能看到你们哟。谢谢。我们的妹子好，未婚妹子，拜拜拜拜。